你没音乐。哎，我这是没打开吗？我是开播了吗？嗯，是啊。啊，为什么我这个手机没看到我？我这是黑屏显示。对，有小鹦鹉，对，有小鹦鹉在，还行，声音还行。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赞赞的中小，说顺嘴了，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新改版的直播间，这太久都没播了，都忘记了。果然这个感觉这样好像不是特别搭。对，今天有嘉宾，有嘉宾。对，是的，有演过，有演过2月号，两周没见过。是哦，好像有两周了吗？哎，小尖尖脸变圆了啊！我有点不是特别礼貌，我还觉得今天瘦了呢。今天就是显得脸还小了一些呢，是不是有些浮肿？今天其实应该没有，那就可能前两天就更浮肿了。也会吃火锅吗？会吃呀。其实我们已经吃过一轮了，从这个碗里面就看出来已经吃过一轮了。我们今天吃的是辣锅，因为今天是一位四川的朋友，所以我们吃了辣火锅。吃胖了咋办？减呗。今天有嘉宾来我们的直播间哦。前两天胖，但今天已经瘦下来了，要奖励一下自己，所以就要吃点好吃的。嘉宾是谁？大家可以猜一猜，
嘉宾的专业是，就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大家可以猜一猜。啥秀进组？我也不知道啊，越来越不知道了。原定是11月份，现在又不知道了。蘸料是啥？麻酱。今晚全员直播，那是吗？那看来大家都很想念你们呀。嘉宾是熊猫。过几天确实是要去看熊猫。辣吗？不辣，因为其实这个火锅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今天有位朋友，我的好朋友，他是放了一袋鲜牛奶在里面，就可能就对上年纪的我们来说，可能对胃的刺激可能会稍微小一点点，因为如果你太久不吃辣的话，可能一下子吃辣就会肠胃会感觉到有些刺激，有点不适应。他是放了一袋牛奶，就综合了一些些辣味，或者是怎么说呢，哎，我刚想说啥来着，断片了。反正就是它有一种像辛拉面一样，就哎不是那个火鸡面，然后就会放那个牛奶，会显得它的口感不会那么的辣，然后也会保护那个胃黏膜。对，是的。但我之前吃这个火锅的时候，辣火锅的时候，是有一位朋友他放的是茶叶，这又是一种另一种新的吃法。我什么时候来点毛肚？我跟你们说，大家，这个毛肚真的特别的可怕，就特别的惊奇。它是我的手是洗过手的，干净的，它是一大片毛肚。对，特别大，然后可能这样吃火锅才会特别的爽快，吃的也特别的尽兴。我们把这个毛肚吃完，然后再聊一聊的话，我们就要有请今天的嘉宾了，好不好？我们不能就是我单独我吃独食，永远不大好。北京已经降温了最近，然后最低气温可能都有差不多几度了，马上就要零下了。多久没回家集了？应该有一年的时间吧。脚都放下吧，太久了。我这数的有点久了。
不、嗯，这个我应该是连上麦的时候，对吧？那个嚼的声音，现在能连吧？也差不多了。大家可能稍微稍等一下，因为现在在调那个麦的声音。我们在那个请嘉宾之前，给大家来一个限量版的小吃播，短短的几分钟之内馋一馋大家。表情吗？真情实感的吃东西，现在应该声音可以了吧？来，给大家听一听这毛肚的声音。是不是很脆？真的，这毛肚太大片了，但真的吃起来跟一小片一小片的在餐厅吃的那种毛肚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嗯，好吃。我们还有再吃个两分钟，我们再邀请今天的嘉宾。嗯，嘉宾也吃了点，待会儿嘉宾还可以继续跟大家边聊天边吃。毛肚就七上八下就可以了，其实很快的。马上我们吃完这一片就请嘉宾了啊，大家稍等片刻。你用两个手机，一个手机我是看着，朋友们你们的弹幕，另一个手机是架着直播的。屋子里面有老鼠叫，鼠鸟火兔。看不到我正脸，没事，待会就能看到了。吃东西的声音并不美好，这个不是就是很有那种感觉吗？不吃播的时候大家都听声音吗？好的。好了，我现在已经吃完了，我们就要准备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大家很好奇我今天的嘉宾是谁，没想到我今天的嘉宾是好，来吧，
所以我跳着进。我们先，我们掌声欢迎。呆呆坐。现在我们欢迎我们的独立舞者、编导，然后青年艺术家呆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小猪好。好，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好香啊！太香了。那我们可以边吃边聊吗？可以啊，可以啊。你是能吃辣的，是不是？我能吃辣的呀。嗯，我记得你是特别，但来北京之后，我觉得辣的特别的干燥。四川对比较潮湿一些。对，所以会吃辣会比较舒服一点，嗯、但在北京还是少吃点比较好。对哦，对，嗯，前几次我问你要吃什么菜的时候，你都会说什么粤菜呀、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啊。好像。我们一起吃过饭，你从来都没有说过吃那个湘菜，不是四川那边的辣的菜，川菜是吧？对，川菜。因为我吃惯了，对，也不就没有我反而回家哈、啊，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吃辣的菜还有火锅的时候，我都会闹肚子。回家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那个，我觉得还是跟气候啊，跟你的那个肠胃适应能力。就我现在已经适应了北京了、啊、你适应了北方了，已经回去那边已经不适应了是吗？嗯，吃，我们边吃边聊。好、嗯、你吃，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哇，我捞了一块什么？这是这个鱼肚吗？哦，不是，这个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鱼来着了，那个巴沙鱼。哦，巴沙鱼没有刺。没有。哦，你要不要酱？我不要酱。你减肥吗？不减吧，我没有刻意减肥。不减肥为什么不吃酱呢？你是一之前吃这种，还是就是你们那边人习惯吃辣的时候都不配？我在北京吃火锅都几乎不蘸酱的，除非是有一点点，会有时候会搁一点点香油。啊、哦。但我在北京吃有香油要吗？我不用，不用，不用。这还不是很辣，因为我刚才加了水。对，一点都不辣了、嗯。我们已经吃了第二轮了，已经。估计他说，可以再介绍一下嘉宾吗？可以啊，我们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他的专业嘛，对吧？我们聊一聊，就比如说你最近在做什么作品？因为呆呆他是独立的舞者，然后编导。对，你最近有什么新的作品跟大家就是见面的吗？我最近是在乌镇戏剧节、哦、刚结束啊、然后有一个特邀的舞蹈作品叫双下山、哦、是赵良导演的。双老师的作品。对，双下山是他东方灵域三部曲的其中一部。嗯，然后上个月呢10月份呢就特别的我觉得是一种缘分和幸运吧，我参加了赵良导演的三部作品。嗯，有两部就是他的东方灵域三部曲，一个双下山，一个幻茶迷津，然后还有一个是在正好是那个卡地亚高定的一个晚会上面。嗯、对对对，然后、那个、在长城。对，在长城。哇，当时主要是卡地亚做的那个灯光秀，哇，绝了。对啊，我跟当时看了，我觉得对。它是用无人机来拼凑的一种灯光，嗯，然后还挺震撼的。然后我们正好是在，因为我们当时的那个舞台我觉得挺不一样的，它跟那个观演的时候会有差不多20米的距离吧，跟观众、嗯、然后我们在那个长城的一个天下第一雄关那下面、嗯、然后做了它武术片段的演出，然后他们那个观众就在玻璃房里面，然后看着我们就演出。我觉得那可能是就是有种、嗯、舞蹈亲近了，就是走进了就身边的那一种感觉。而且我们一般跳舞都在剧院里面嘛，嗯，这种实景的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的。我觉得太不一样了，就包括这次去乌镇戏剧节的时候、嗯、给我的反正给我感觉是在正常就是
大剧院里面啊，嗯，或者说是面授的可能更多的是舞蹈类的专家也好，观众也好，但这次戏剧节我觉得更多的是像是一种对艺术感兴趣，或者说是对更亲民，对更亲民，更老百姓，就是就是会融入在其中的那种，有点有种沉浸式的那种感觉。对，而且特别有趣是这次双下山演出的时候，前面观众进场的时候，正好我有一段是要跟观众互动的，是很完全即兴式的互动。就从这个互动我就完全看出来，我觉得哇，这里的观众就感觉已经天性解放了，就特别的。那个能说吗？就是那个你放的那个片段的那个能说吗？就是那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可以的啊，就是因为你们在那个开，应该是在开场之前嘛，就是进行一个把观众引入到你们这个剧情的，算是前序吧，这么一个一个小的一个互动里面，然后你去的跟互动的边上就是徐帆老师，对，特别逗的是，对，我想说的是这个。我当时特别，我都不知道是徐帆老师，啊，我是看小红书上面，然后有视频嘛，有艾特我的，然后我就，哦，那个不是，那个还不是，就是咱们朋友拍的是吗？不是，哦，就是当时的观众，观众拍的，嗯，路人拍的。对，然后我看我说啊，那不是徐帆老师吗？我当时在跟观众互动的时候，哦，都没有察觉。那你太沉浸了，你当时太沉浸了，你已经顾不得旁边是还有是谁了。对，还有包括后面。错过了，我才发现哦，好像是那个倪妮老师，然后因为刚开始有互动嘛，互动完了之后，可能正好出那个戏了。那你跟徐帆老师有互动吗？我就其实就站在徐帆老师旁边，但是我是跟前面一个观众在互动，因为前面那个观众，他比较积极的在跟我交流。对，因为我只看到一个一小部分的那个片段，没看全，对对对，不知道你后面后有没有跟徐帆老师。特别对不起徐帆老师在这儿。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当时，我觉得徐帆老师看视频里面他是有那种有交流的那种意愿在的，就可能我忽略掉了，我忽略掉了。对对对，你可能当下的时候就场上那么多人，你也顾及不到全部人。而我觉得当时我觉得即兴就是这样的，就是它有很多未知嘛，然后观众带给你的。那我想说，就是我也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去看啊，就是有没有去那个戏剧节看乌镇去看你当时那个角色。因为我看到有编小辫子，能说你这个角色的当时的或者赵良老师他的想法是什么吗？他当时我扮演的是那个深与义，他好像是一种宗教里面的，这个其实我没有过多的去了解，了解，但是呢他说的是代表，我代表的是个是义，就是意念的意，意识的意念，意识。对对，因为双下山这个作品它讲的是两段故事，一个是思凡，一个是双下山，然后正好我们有三个，就开场时候有三个演员是即兴跟观众互动的，分别就代表身与意，身就是身体，或者就说是我们的肢体，然后语就是我们的语言，对，然后意就是我们的意识和意念。然后我表达的是那个意识。对，那你们三个人即兴的时候就是表达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我只看到了你的那个即兴，哦，我没有看到，对，我没有看到其他的那两位老师他的表演，那比如声音他是怎么去展示的呢？其实我们共同都是用我们肢体来表现，哦，全部都是肢体来表现，没有用到说话，但只是质感的问题，对对，质感的问题，质感的问题。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演员，就是个人的一些对特征也好，就他自己，他作为舞者从事舞蹈行业这么久，他会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啊，自己的还有自己独特的身体语言，对对对对，身体语汇其实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反正双下山那次乌镇戏剧节，我觉得特别好玩，特别好玩，因为还有见到那个黄磊老师啊，就很多他们那些戏剧界的大咖都在，他们都来看了，因为，我觉得还有不同的类型的作品。那你觉得，我就刚问啊，你觉得好玩，它好玩的点是在哪？我觉得它突破了，就是，就是距离感，对，就把距和观众的距离拉近了。
对，就可能我很少，我也是最近也在做一些沉浸式的那种，对，沉浸式的一些表演也好，我不知道这种算不算跨界。我觉得不算跨界吧，不算是吧？不算，因为你其实它还是舞剧，它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嘛。嗯嗯。我觉得跨界它，因为它里面还没有其他的元素的那种，就是其他的艺术门类的一些特征了嘛。它还是通过肢体去表现那些东西，只是他说那个舞蹈的方式可能稍微有点改变，就更能把观众给带进去。对，就我还是觉得就是观众带给我的体验很不一样，我觉得这次更多像这次去戏剧节的时候包括是学表演的学生老师都很多都在嘛，我觉得他们在给我的感觉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们看剧是看整体的结构跟表达。可能以往我在舞台上表演可能更多的是会看技术啊，就舞者的技术啊，或者舞者的一些基本功的东西，然后但这次就很不一样，就观众会特别的热情，就演完之后有回应，对，特别有反响，有反响，嗯，就感觉像是通过这一个舞剧一个给他的一个作品，他联想到了他自己一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不一样的一种感觉的，有种自省自观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是相互的嘛，就是我们把这个舞台上的那个方式打开了，然后他们也更容易接收到了，他们回馈啊也更直接了。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说还是在舞台上的那种表演方式，观众坐底下，虽然他们也会鼓掌也会那个，就是连接性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密切，现在变成了就是更直观一些，或者就是说可能观众他也是这部剧的一部分，一个小的环节，或者是他们也是作为可能是打了双引号不会跳舞的舞者，对，也参与到这部剧里面，就是，你们可能就会有新的。我觉得一部剧的呈现哈，我觉得观众是必不可失的一部分，是必须的，因为我作为舞者来说哈，我觉得观众的他虽然坐在台下在观看你，但是他莫名的会给我造成一种交流，就会刺激到我，就会在可能在舞台上的某一刻我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处理，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在赵良导演这个作品里面让我去感受到的，就是我感觉到了一种我觉得它就是属于现当代的那种，对对对，现当代的表达，现当代一种表达方式，它跟观众其实是有一种联系在的。对，但跟我刚刚听你说的这一些你的表述啊，我觉得你已经进就是把你的编导思维放在里面了，而且还不是一个单纯的舞者的一个心态去聊作品。或者聊你的感悟，你已经就是转换了一个新的方式，是吗？这个编导，对，一个编导的思维逻辑，然后去概括这整个剧。对，因为我在我的思想里面，我觉得更多不管我是因为我在舞台上是呈现的嘛，是相当于是一个讲述者，所以我觉得要跟观众去建立某一种关系，一种联系。我这样的话，这样我觉得观众来观看的话，他会有一种感官身临其境的那，就是更沉浸式嘛。就现在大家比较喜欢说的一个词儿，就是沉浸式，就是对。现在感觉什么做什么作品哈，都会喜欢带入到沉浸式里面。对，其实就是要有，其实就是共通的。对，我反而觉得它其实这种沉浸式唯一一个好处，不是唯一一个好处，我觉得更好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观众他们真的也变成了这个剧里面的一部分，就是他们也是艺术者，他们也是创造者，我们可能就是一个链接吧，就把本来的一个艺术作品我放在这儿了，给大家看了，然后观众的反应，他们的感悟，他们的肢体，他们的甚至可能说都没有肢体，他们只是表情嘛，就是各种东西，比如说人的座位的排布啊，我们就好像你当时的可能的对于那一些
怎么说呢，就是你即兴啊，包括人、嗯、人的多少啊、嗯、对你即兴的心态啊、嗯、或者是你当下的感受也不一样，你做出来的东西想表达的东西也不一样。对对，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作品的呈现哈、啊、你是要让人是去看到的，嗯，所以要去首先一定要去想到让人家看到什么，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就是让别人看到的是而且是你自己的表达和你自己的一个语言，嗯，我觉得要建立起这个模式和关系、嗯、才能跟观众就连接上。嗯，那我刚刚好像就是听下来啊、嗯、我觉得哎我看我觉得你其实在这里面新的这个感悟和你原来编导的一些或者跳过的一些作品，其实我听出来感觉好像反差挺大的。哇，就是以前的作品的表现方式和现在这个表现方式，嗯，挺大的。首先一个最直接的就很大的是我跨了很多舞种啊，因为我从小是学古典芭蕾的，古典芭蕾，古典芭蕾，然后我本科是在现代舞编导嘛，然后我跳了一个舞剧，就参演了一个舞剧，然后它又是个民族民间舞剧，然后就不停的在跨舞种去尝试。民族民间，你刚刚说是赵亮导演的那个算是民族民间吗？还不是，赵亮导演那个算是现代舞。对对、嗯、你刚刚说是另一个是不是？对，另一个，那是一个完全民族民间舞的一个风格的一个舞剧。那个是、嗯、哦，你是你编也是你，对，既编又跳。对对，那个舞剧叫《石榴花开》。啊，那个讲的什么？石榴花。石榴花开，它是以安徽花鼓灯为题材的，啊、然后很像去背景，然后当时也去那边去采风，然后就排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舞剧。石榴花开。特别像是讲了一个老艺人的一生的那种感觉，就是石榴花开，石榴花开花落。可能他就是为是对他就是为了那一刻花一直开着。我觉得这是他其实是你说的非常对其实是对，这是他作为怎么说，他一辈子就玩灯嘛，就是那个花鼓灯里面，这是他的活儿。但是它有一个故事线，其实讲的是父与子，就整体这个整个舞剧的那个结构，所谓是戏剧结构吧。那算是主旨是讲传承吗？还是就是讲了一个坚守？它相互都是相互的，它就是为了想传承给他的儿子，所以它也是为了坚守住他心目中的这份对艺术的挚爱吧。然后他想继续传承下去，然后就跟儿子的讲述了跟儿子的一个故事吧。反正这个我觉得当时让我也是蛮震撼的，确实也特别容易催泪。对，故事情节特别容易催泪，因为就是说到传承嘛，我觉得现在包括我们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啊，生活节奏都是很快捷的。对，你要就是学一门手艺，那可能是需要耗尽大半生去坚守坚持，还未必能看到光明呢。但是就是只是单纯的喜欢和自愿的付出，我觉得传统艺术家就是继承人啊，这些我觉得都挺不容易的，特别不容易，就一直坚守着那个东西。这样我觉得当下像你刚才说的一样，我觉得其实当下我接触到很多像00后啊什么的，我觉得其实特别有个性。我觉得他们现在其实我也发现你也很有个性啊。是吗？对，你的穿着啊和就给人就是觉得，一首先肯定是做艺术的，二就是肯定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性格，然后很不羁。性格可能不太敢说，但是我就觉得像衣服啊或者我平时打扮呢，就是我没有刻意的说是要去偏哪个风哈，偏哪个什么戏哈，我就觉得我是比较喜欢稍微比如颜色上我会选择，还有款式上我会选择，就我会这样去做一些
自己的想法呀、啊、去搭什么的。对，嗯，反正就我是一个比较随性，就我会觉得，嗯，管他的，别人喜不喜欢无所谓，反正我自己。对，首先我得自己喜欢，你穿着我自己舒服就行。首先我自己喜欢，比如我今天穿了这个来，或、嗯、小朱你也可以跟我说，哎，今天这个颜色好像跟你不是很搭，我觉得无所谓、嗯，我觉得至少我今天穿来了，哎，我听到你的声音，那我可以。我每次见到你，你穿的都跟你本身很搭，是吗？是的，谢谢。所以我觉得你没有说是一味的模仿啊，嗯、或者是干嘛，你就是随你心情，你觉得好看、嗯、你就穿出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你像你说的零零，好安慰，零零年的那种，嗯，那种感觉就是。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要找到一个自我嘛，嗯、就是一定要认识到自己很，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些事情，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包括这我们吃这火锅，你喜欢什么样的菜，你就吃什么样的，我觉得不用太多想太多，很复杂什么的，对。你要不吃点。吃，哇，都已经，哇，我放一小段视频啥的，为什么要说放视频啊？哦，你那个舞剧后面还会那个什么吗？嗯、会，还会演吗？会，石榴花开。石榴花应该会，因为我觉得这个舞剧是。就所有的舞剧里面啊，它还是会有内容去支撑的。但它是，比如说是安徽省那个支持的那种，对对对，类似于这种、嗯、啊文化扶持是吗？是这应该是怎么说的那种？嗯，具体的我有点忘了，但它是跟就是国家扶持，然后国家会帮助你去成就一个这样的一个艺术作品，嗯、还挺想看的，是吧？哎，有机会的，那个是你的第一个作品吗？毕业之后的编导作品吗？算是、嗯、算是我第一个的就是一个舞剧嘛，就是接了一个这么大型的一个舞剧。之前我一毕业，我是签进了北京雷动天下舞团，雷动，对，我做演员做了有4年吧，那还挺长时间的。那你为什么就是想着你是突然吗？是因为工作上的变动，还是因为你自己想，还是看一下留言有没有互动环节？互动环节，你们想听什么？要不要换换礼物？要换换礼物？哎，我这么硬 Q 吗？说的都是我们的盲区。那我们说点大家能听懂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就是浅显易懂啊。那我们吃一口。行，边吃边说。我把这个火给打开。我们没有在除了说的是舞蹈专业，我们也在说作品嘛。我们也在说作品的，来，我看一下那个大家的评论好不好？跟你们互动互动。他们聊他们的，我们聊我们的。大家好可爱。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把植物变成了火锅？我们没有变成火锅呀。我们边吃边聊好不好？我们聊一下你的植物和动物。哎，其实我们刚刚，那我们就不聊我们的专业了，聊我们的生活，行不行？我相信肯定在很多，现在就刚刚是聊我们的艺术，完了以后我们浅浅的了解了一下呆呆的专业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现在聊一下他的生活。你现在家里面有养什么动植物吗？我家里有两只猫。两只猫？对。什么品种的猫？
老大是阿比西尼亚。阿比西尼亚我没听说过，长啥样啊？你知道那个不是、就是、古代法老埃及的那个像坐骑一样旁边的那只猫？缅因啊，不是缅因，不是缅因，它就是埃及猫。长毛还是短毛？短毛，短毛。掉毛吗？掉，但它掉的还算很少呢。啊，因为它毛短嘛。它是属于那种巨型还是？这些是不是都可以？对啊，阿比西尼亚，我觉得应该很多都知道。可以可以，他们说可以可以。那个猫是多大？它现在两岁多。它能长的体型是有多大？它长得，是其实它跟那个暹罗有点像，跟暹罗，它们好像也是一个祖先的。它体型跟暹罗也很像，就那种瘦瘦小小的。那一般吧，对，算是一般猫里面的一般体型。它还没有布偶大。啊，那它是偏那种高贵型的，还是偏那种可爱型的？那这样说的话，它肯定是高贵型。它是属于那种只有它来了让你摸它的份儿，它不是那种撒娇份儿，你知道吗？啊。就属于那种有个性的那种。对，然后你摸多了，但凡好像摸不对了，他就不高兴了。他跟那个德文猫长得像吗？有点，有一点。我家第二只老二就德文。是吗？然后德文它比、那个、我觉得这两种品种都像你养的猫。哦，是吗？但其实两个品种性格差异还蛮大的，我养了才知道，德文就是那种特别黏人的。就像你刚才说，特别可爱、特别黏人的性格。嗯，但德文长了一个就不是，顺风耳的那一种性格的，就是那种很有性。所以他有反差吗？他反而性格特别好，然后德文真的不掉毛。对，我发现了，其实我养动物，我特别怕掉毛。掉毛特别烦。那德文，你那个才两岁。但是我是德文才，那就更小了。更小，八个月。八个月。对。还小奶猫呢。对。但现在特别活泼，因为它现在正是长大的时候，又能吃，特别能吃，每天我都不用上闹钟的，来叫，跑跑，然后必须要给它吃的。但你养它就会一直叫。但你养的那两种都是偏那种，名模型的，身材的那种猫，就不是偏可爱挂的。对，而且都是颜系。颜系？对，为什么说是颜系？是那个颜值的颜哈。啊。因为的确，它们长得真的都特别好看。那这两个，你觉得哪个更好看？哈哈。要这么难吗？手心手掌，手心手背都是肉。但你，好，官方的回答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对，在不官方的回答里面，还是多多少少有偏心的，偏心德文老大吧。哎，老大。对，阿比，因为我觉得他比较像我。因为他两个月，他两个月还不到，哎，两个月。就跟我了，一直到现在。你说像你是像你的性格，当然性格了。但好像也有人说，他来家看我猫，说跟我长得也一样。宠物似的呀。是啊。对。嗯。因为宠物的世界只有我们，所以他会看着看着。而且我发现，我不知道，因为你家养狗狗嘛。对。我不知道狗跟猫是不是一样的，就是那猫，它会跟你的性格行为举止，你走路都会很像。就有时候我就在家里哈，有时候可能会突然就动，就跳起来了，就开始动起来了。你真的很艺术家，真的。没有没有，你真的太爱跳舞了。没办法，我感觉就想动，或者有时候听到一个音乐，或者说是有人在说一段话什么的时候，那个细胞啊，可能在身体里面就当当当当当，就得动。天生的舞者。然后现在我猫也是，就感觉它不正常走路。有时候他突然怎么踢腿走，这有点高招了吧？咔咔180踢腿走，
还来个巴金莎大跳什么的。本来，他们猫的柔韧性就好。哦，巨好！我从小就发现我那只猫，它能够把自己的那个腿啊趴在上面，是吧？对，就我发现很多猫都可以。我说太厉害了，它们真的好软呀、啊。嗯而且还好，我觉得我家两只那个都是弟弟嘛，所以说就比较淘。刚刚嗯，刚刚有那个朋友回复，天啊，男生哪有那么有耐心的？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有耐心了。但我其实是养了两只之后，我变得有耐心了，嗯。我在此之前，我养猫之前，我从来没有养过小动物啊。其他的都没，你小的时候没有养过什么小鸡小鸭什么之类的？没有。然后以前家里有一只狗狗嘛，但我没有在家嘛，一般在我在北京嘛，然后但就也没有说是在自己身边养。就我自从养了猫，就让我觉得变得细腻了很多，因为你必须得喂它呀。就你必须得给他打理很多东西嘛，嗯，他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你的面前，父爱泛滥，对，有时候真的就感觉在家里哈，有人跟你唠叨了，哇塞，我觉得你现在是养宠的前期状态，但我特别想跟你请教。养植物，嗯啊，那你现在家里面有养什么植物呢？我养了一株那个橡皮树，啊，但是它是属于那种景观的，类似于有点花叶的那种，对，叶子是有花纹的那种，没有，它没有花纹。哎，橡皮树不是那种，那我可能说错了，嗯，然后叶片厚厚的，对，有点厚，有点像皮革质感的、那个，哦，对，对，是，就那个，那它有花纹才对啊，嗯，我那个没有花纹，你不行，你跳舞跳的这么好，你不能养植物养的不好，你观察舞蹈，观察这么仔细，嗯、你不能，就是小观察一下对，嗯，偏心。或下次我给植物来一段双人舞，与树共舞。嗯，但浇水是一个月浇一次，是不是？还是一周浇一次？哎呀，你们在你们的概念里面还真的有这种说法是吗？就打小到你现在，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学识完全没有关系。这个是你们的固有印象吗？还是你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还是你听别人说的？我是听别人说的。哎，听别人说的、嗯。其实不是的，就是。其实得因花而异，是不是？对，因花、因环境、嗯、因你的植料而定的。对，还有包括它是喜水的植物还是、嗯？那个喜旱的，嗯，对、哦，还有你的朝向，你把它的位置，你是放在，比如说你朝，朝西、朝南，那肯定是不一样嘛、嗯，对吧？嗯，然后每天早上太阳起来的温度也不一样，对。那你会每天会定时定点或者什么样会去怎么样去照顾它呢？就其实也是多观察，就跟我觉得这个还没熟，是吧？嗯，我觉得还没熟。再煮花。我觉得是跟其实跟舞蹈一样的，就是你就像你要跳好一段舞，你必须得要在排练厅自己给去琢磨，嗯，自己得下苦功夫。其实一样的，嗯、你自己一个人去浇水浇多了，嗯，你看多了，嗯，对。你就发现自然而然啊、哦，这种奥妙，就感觉突然一下变成了那有种无师自通的那种感觉，是他帮我们打开了这一方面的灵性、嗯，就是那个窍门一下子打开了，那个感官
一下子就空了，其实是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是不是？对，新的联系。哇，我有个朋友还告我，他说你每天得跟你的树啊花，就你得跟他说话。之前是我看到有一个国外的只有他是做过这样的实验吧，就两盆花嘛，一盆是你天天都在赞美他夸奖他，一盆就打击他，真的，对对对，反正最后长出来的样子啊什么都完全不一样。我真的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的。真的是，我觉得大自然的那个奥妙。哇，谢谢谢谢。你待会儿是喝完吃完这个还可以喝会茶？可以啊，我很喜欢喝茶。我跟你说，我对茶对咖啡哈，好像我没有说是喝了就睡不着的那个，我是免疫的，所以我晚上喝茶喝咖啡对都可以。对。但是喝了会不知道是潜意识还是什么，我觉得会清醒一点。我觉得你应该是肯定是会清醒。嗯，我觉得你是应该跳舞跳累了，消耗太多。是是，对，消耗太多。哎，毛肚啊！哦，有两种肚哦。两种，你想吃哪一种？哎，这个我也可以。都下一点吧，这种千层肚可以放在里面，但那种厚的，反正我们那儿说是七上八下。反正好像都得要很快才可以。嗯。所以你是爱吃火锅的？我爱吃火锅的，但我不能吃太多，因为尿酸高。哦。嗯。那你还得注意了。是的。海鲜什么的不能碰。可爱吃了。你忌忌口吧。我觉得应该可以吃了，现在应该是很脆的时候，太脆了，现在吃，赶紧吃。好，我要吃个，先吃个脆藕。嗯，它这藕蒸面的，是吗？嗯，哦，是那种湖北的藕，对，洞庭湖，是吗？是。在你最喜欢吃什么海鲜？海鲜我基本上都挺喜欢吃的，虾鱼，贝类可能少一点。对，大闸蟹，虽然大闸蟹不算海鲜吧，但我也蛮喜欢吃的。今晚的宵夜绝对吃黑色毛肚。你想找什么？本来想找麻酱，好像那包麻酱吃完了。哇，这个白色的毛肚也好好吃。那个好像更脆一点。哪个？白色那个。哦，你这个是不是还没吃呢？你吃一片吧。太大一张了吧。我觉得你行。行，我来一块。巨大。哇。哎，这个稍微小一点。小一点。对不对？好。对，这个好一点。眼睛大。嗯。但这个毛肚吃的太爽了。筋道爽口。我这个感觉是可以了。
我觉得应该好了。我觉得你那都老了，太久了。嗯，我来试一下。但因为你这个应该薄，还好。好好吃啊。嗯，好脆哦。我家的鱼在花房哦。那你觉得养鱼跟养养花草都是一样的吗？还是会对你有不一样的感受？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嗯，但是太能吃了。好了，不能再加了，不能再加，在家感觉都不会很辣了。这是辣的，你看我们当现在还准备了很多问题，但我估计他们又不爱听了。嗯，会想到啥聊聊啥问啥，因为他们好像只喜欢看咱们吃火锅，聊闲天，不想让我们聊艺术。哇，感觉马上下播了还能吃第二顿的感觉，又放了一块。啊，火锅真的是你得一直吃，反正我们家也是自己熬料。对，哦，你们那边应该都是，嗯，自己熬料，然后一吃就吃一晚上，然后吃到半夜感觉再来个宵夜，就还是火锅。那就比如说他有很多做法吗？你们在你们那边的话就是料不一样，其实做法是一样的，可能还有多几道工序吧。就好像因为我爸特别会做，然后就会加很多料，又要先炒了之后还要再放什么，还要炒，具体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觉得有点复杂。那你们吃的呢？嗯，比如说你们吃了一顿正餐火锅完了以后，嗯，对吧，嗯，肯定已经很饱了，然后又比如说去运动啊，或者是就大家聊会天啊。哦，我们吃完火锅一般不会运动。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可能那种语言运动，嗯，或者是就是精神交流，嗯，交流完了以后不是又饿了吗？又来吃。嗯，那你们吃的第二顿跟上一顿的有不一样的就是东西吗？我没有，就是，没有，还是要觉得更香，因为煮久了吧，嗯，对，煮久了感觉里面都挥发了，就更香了。是的，嗯，料很足。对，而且我我们家那边都是先吃菜，感觉已经吃很多了吧，然后最后还能吃一碗米饭，然后米饭就着菜吃。就刚开始我们都还是会涮一些荤菜嘛，嗯，就肉啊，或者是鱼虾之类的。你还，嗯，你要不要吃主食？我不吃主食了，我感觉我好不容易才瘦了一点点，今天又胖了。这一顿火锅是吗？绝对的，感觉还会一直吃。呆呆老师哪里人？呆呆老师是四川重人。对，重庆的。嗯，所以你现在会有就是体重的焦虑吗？困扰或者啥的？
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但是因为年纪上涨了啊，这种发现好像真的代谢变慢了。是的，这还有一个毛肚，估计已经被你唠叨，快老透了。这么晚吃不怕胖吗？在减吗？有什么可怕的？对，我们本来今天是要聊艺术的，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吃，变成那个纯纯的吃播了？对，下这个菜。我觉得我看到好几个，就四川那边真的以火锅为主题的作品。火，你是说不光是舞蹈作品是吧？对。而我还真没有看过哎，还挺不一样的，主要是讲那边川渝那边性格嘛。啊，他是通过火锅来讲性格。对，然后一些可能讲市井啊什么的，一些当地的一些人间烟火嘛，就类似那样。是话剧吗？还是舞台剧？就一个舞蹈，舞蹈，舞蹈，像你现在应该还会练练功什么的吧？不会，完全不会，完全不会。那还看你腿能够一下到这儿来，可能是以前压狠。你这个，你现在呢？你现在还会天天练吗？不会天天那么系统的练，但我每天必须会撑一撑。就像你说的，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真的现在新陈代谢会很慢，就你必须每天哈，让自己的包括身上的肌肉啊，各方面的机能啊，你要再苏醒一下。保持机能确实是一个。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其实说舞蹈，说白它是需要技术的，但越成熟的人会摒弃，就是，越成熟的艺术家他会摒弃技术，然后展示他的内心，但是他也是先有了技术，才有了内心。对，对，所以其实两者是相互的。且可以表演个舞蹈吗？真的表演不了啊，朋友。虽然很想实现你的这个小想法，欢迎你们走进剧场，走进剧场，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那我这吃上瘾了怎么办？吃。哇，刚加了一块料，感觉。像味道出来了，太香了！你要不要试一下不蘸料？你现在料也几乎没了。对，我已经几乎没料了。这毛肚不能浪费，这个毛肚太好吃了。鱼吃吗？还有吗？有。可以下一点，下一点菠菜吧。
为什么要搅来搅去？因为想让它每个地方都能够有辣的味道。水太少，水不少啊，朋友们，你们老担心我们水少，我们水还挺多的，加太多水就没味道了。哎，你试过加茶吗？哦，试过是吧？啊，因为我们家那边加，而且我们家是那种加茶，老鹰茶，但我不知道老鹰茶是属于什么茶。老鹰茶是属于黑茶吧？哦。是不是？应该是吧。问一下大家，嗯，老鹰茶是属于什么茶？是不是黑？属于黑茶？什么是黑茶？好了，不用问了。那哎，哪个鹰啊？是就飞的那个鹰啊？老鹰茶，嗯，还真的是老鹰茶。我们重庆好多老鹰茶，所以你能听得懂重庆话吗？重庆应该也很好听得懂吧。嗯，吃饭怎么说？吃饭完全听得懂。其实我觉得重庆话就有点像，就很直译，说实话就很直白。我们，嗯，海南话就不是，海南话吃饭加面，嗯，啊，加面，完全都变了两个字了。嗯，哎，太不一样了吧？但海南那边会跟福建那边会像吗？完全也不一样。哎，你是说什么什么语言？哦，语言，其实他们都属于闽南语系。嗯，对。但肯定由于地区的那个不一样，对，不一样，嗯，它的还是会有区别的，嗯，包括海南，就是三亚跟海口的海南话也不一样，但应该能互相听懂，对，能肯听懂，嗯，肯定是能听懂，就是调调不一样。哦，老鹰茶是白茶，哦，真的。既然有说老鹰茶是白茶，哦，但有时候海南话砍价的话怎么说？砍价，砍价，你要说砍价两个字，人家就不会给你便宜。首先砍价要说人家老板娘长得好看，我得先夸，对，得先夸。我不会砍价，我可会砍价了，我买花都是砍价了。但我这属于那种有礼貌的砍价，就是有底线的砍价。有底，甚至有时候我砍价了，我说没事，你顺丰到付就行。邮费你别管了，其实这样砍完了以后也等于没砍一样，但是我的东西就发顺丰了嘛。你不觉得现在很辣吗？嗯，哇，可以啊。要加吗？我觉得可以加一点水吧，加点水吧，嗯，我觉得确实水快没了，确实水也快没了。
加牛奶。赞赞求分享搬家打包植物的好方法。哎，好像是断网，怎么回事？最近这边家的网络太……我觉得你明星今天可以入境。我不打了，不打了，谢谢大家。对，还有11分钟。明星其实今天还行，他好伤啊今天。对，我尝试过新疆炒，哦，吃过呀，我吃过的。哦，求搬家打包植物的好方法呢，其实就是多看一下，一些电商，他们家的打包方式，这是最直接的。如果植物不多的话，这个方式是特别可行的。现在有人在问这是谁呀？啊，这是我们的独立舞者、编导、青年艺术家呆呆。现在是吃货，现在吃货。民以食为天，这是应该的。去过，去过。太美好了。哦，够了够了，你们待会儿还吃吗？不让我吃。不是，就是还有好多。我第一次是加牛奶，是吧？嗯，他可能加牛奶就没那么综合了，辣度就没那么辣了。我觉得这种吃法可能会保护肠胃，它就没有那它的刺激性没有那么大。嗯，对呀，加了牛奶，是的。他们问你这个，就呆呆老师的长发很漂亮，有个性，是一直是这个发型吗？目前来说是我最长的一次，就我，但我以前也是长，嗯，到这儿吧，可能就到这儿啊，嗯，但我现在目前是留的最长的一次。那你这个头发就是留了多久？差不多两年。两年。嗯，差不多两年。之前我就是。但我是整体哈，可能跟你后面差不多，就前面的头发也接到这儿，然后就断断续续一直都这么长，长了可能就剪短，剪到这儿。那然后现在是第一次留到就一直留，就让它留着。两年时间，那你后就是是不是后面就不舍得剪了？肯定有，就是觉得越来越不要剪，对。但之前为什么就是留不了长，就是有尴尬期。所以有时候特别有点长了之后，就说剪短，再剪短，再剪短。我现在头发就是有点很长了。但你现在头发干吗？干。我是特别干。因为我之前漂过。哦。对。现在已经很长了。你自己漂吗？已经尴尬期了。在外面漂。是发型师给我漂的。嗯、啊，对，我交换礼物环节。
我们都又忘记了这个环节。赶紧，谢谢朋友，你 Q 了这个流程，不然我们都已经，哦，太好笑了，太好笑了，真的太好笑了，太好笑了。哦、那但我这个已经显而易见了哈，那就先看我的吧。好，这个、哦、这个是一只，就是一个画家，我们给他手画的兔子。哇，今年是兔年嘛、嗯、还是兔的小尾巴、嗯、好像挡住了是吗？啊，是往上一点。哦，哇，两个耳朵好可爱，好玩。对，对，我觉得还蛮适合你的家的。嗯，所以它是一个，虽然没去过你的家，但是有听说了你的家。下次一定要让你来。嗯，它是水墨吗？有点水墨，是水墨。对、嗯，应该是宣纸，在宣纸上面画的。好喜欢，喜欢，喜欢，喜欢。我回去放好了，我给你拍张照。好的，好的。到我了，你猜一下是什么，好不好？我猜一下。嗯。我觉得这个袋儿，我觉得我就特意挑选了一下。香薰。有点接近蜡烛。哎呀，怎么一下就猜到了你？我觉得应该会。嗯、因为它上面有一个香，我就说香薰。如果不是香薰，那肯定是蜡烛。这个包装，而且我觉得它里面特别。这包装其实真的也蛮手工艺人的感觉。嗯，我抽出来我就已经闻到香味了。就是前段时间我去日本，啊，买的、啊。哇塞！我觉得我要现在打开。而且我觉得这个布袋的颜色，我觉得跟你很搭。清新亮丽。对。我可真的是拿到礼物开心过头了，乱说话了。你快给他们看一下这儿，前面我觉得特别好看，就它会包的会特别的，嗯，细腻吧。啊，我觉得就是手工的质感吧。嗯、对。对。我希望这个香味也是你喜欢的香味。我喜欢，我喜欢，我、嗯、我现在能打开看吗？当然可以了。哎呀，其实刚刚有点不想打开。拆开了，拆吧。对，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先、嗯，怎么也得要拍拍照。你看，我觉得它这个包装方式就还蛮特别的哈。嗯。下次我们也可以这样包东西送给人。你看这质感，然后自己买一个。贴的，对，然后自己画的画贴在上面，送人，哇，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来喽，啥味儿？就是这个是香皂吗？哎，这个是蜡烛。哦，这是蜡烛。对，然后它有一个这个底座。对，它有一个专门它手工的盒子，然后把蜡烛放进去。我看看。嗯。我刚刚已经提前知道了答案。哇塞，这确实是我的爱呀、啊！它这个就有点像是、嗯、那个汝窑的那种质感，嗯，这种汝青色。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治愈。对。嗯，哇，好看好看！我觉得这个用完了还可以，嗯，可以放点其他的小小东西啊，首饰什么的，我觉得是可以放进去。我就想着放在那个洗手台放那个、香皂，香皂了，对，这大小合适，跟那个香皂就是洗手台的那个一样，你知道吗？完全可以，哇塞，好看，好喜欢。你看，它还是这种不规则的，就有一种这种。圆润且不规则的那种感觉。嗯。它，哦，你看它有那种麻利的那种质感。
不错不错。我觉得可能不用点，拆开它放那就会有味道。对，它现在的味道就很明显。嗯、喜欢，谢谢呆呆。不客气，我们跟他一起。怎么？我喜欢他的耳朵，大耳朵。嗯。所以这是那个艺术家的名字吗？对，艺术家的名字。哦。哇哦。大眼睛。对他。他创作的这种，他就是创作了这个动物系列，他还会有。他是专门画生肖吗？还是只是动物？他也艺术家嘛、哦，很随性，就是想画啥就画啥了。因为我觉得有兔子，因为今年是兔年的关系吧，嗯、所以他就画了这个。嗯，我之前认识这个艺术家呢，是画家呢，是他是画了一只小鸟，嗯，然后。就是抽烟，一只小鸟抽烟，然后在那个大漠孤烟上面抽着一根烟。我说这太逗了，这个艺术家肯定贼酷啊。对，一只鸟抽烟。既然有人说远看像个蚊子，大蚊子啊。主要在那个眼睛特别像。哎，像蚊子，我看看。主要是眼睛，你看。啊。哦、啊，那我还说像蜜蜂呢。我觉得有点像松鼠。也有点像松鼠。是不是？它这个嘴巴就是特别小。哎。要是有两颗那个牙，就可以说是松鼠。你回去自己贴一个。改造一下，别破坏人家的姐。家族，或者你在外面就拿两个、涂一下，不是就比如说拿两个小石膏或者啥，就还搞那种立体化给粘在这儿，你不要的时候里面是完整的，还是哎真的很像松鼠哎，啊真的有点像松鼠，真的也就长耳毛的那个松鼠，就跟那个珍珠一样，很像珍珠。是朋友们说，评论里的有些朋友说那个，到底是艺术家画了一个动物，展现出了好多动物。其实就像我们的直播啊，就是我们看似说我们的专业，看似我们在吃火锅，我们也是。嗯，主要是也是在分享一下我们对生活的一些见解，或者是我们对我们本身专业的一些见解、一些输出吧。我觉得很多东西有时候都是相通的，并不是说我可能说我们在说专业的事情，观众们就不了解。其实很多东西，知道你想知道的，不知道的时候刚好是你的盲区的时候，正是你接收信息的时候，也不是说是接收知识，是说展开你更多信息的一种渠道。我觉得它也就像我们的生活方式一样，慢生活方式一样，嗯，我们虽然我们在吃火锅，但你看我们就是边吃火锅的时候又边能跟你们直播，又形成一种交流，然后我们也就是又进行了一种那个叫做什么情感社交，嗯，也不是情感社交，嗯，就是沟通，对，一种沟通，嗯，然后我又能更了解你，我们这个方就这种谈话我也能更了解呆呆，就是我们怎么说呢，除去朋友之外，就是我们私底下，那我们可能很好的时候，有时候聊聊艺术也是天马行空的那一种。哎，发现我们在现在在镜头里面，我们要给大家传达新的艺术的时候，或者是传达我们要想表达的艺术的时候，发现我们又通过了别种语术，嗯，去跟大家传达的时候，哎，嗯，发现哦，这原来是你的另一面。对，其实我们都在相互了解的一些过程，嗯，虽然前期刚刚有些朋友说听不懂我们在聊，嗯，聊一些专业上的问题哈，其实也是一样的，包括我觉得你们提出来的也是一件好的事情，不然我们也不知道有些你们可能感兴趣，有些不感兴趣，其实我们也是不是也
不会知道的，只是这样相互交流了以后才知道了。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不是有句话说嘛，什么艺术来源于生活嘛，就首先得生活呀。对，那当然是的。刚有个朋友说边听边百度扫盲，所以我们直播间还是希望之后能邀请更多，各行各业的艺术家们能来，就是给大家，就哪怕是我们不用输出观点，我们就是像朋友一样唠嗑。对，我觉得就聊日常啊，聊日常，我觉得也是一种，解压或者是放松吧。我觉得更多也是分享吧。啊，对，也是分享。像刚刚一开始我们就分享我最近的演出什么的。对，其实也对，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吗？关注我们呆呆老师的一些最新的一些作品。希望大家还是能走进剧场，包括我们后面肯定也会有一些合作，只是说现在还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悬念。对，是的。是的，每周来看一次，像和朋友聚会一样。是的。赞赞画饼。但我们不管是不是真的画饼，但我们初衷都是好的，初衷都是希望能输出艺术，输出一些我们认为美的一些事情。要不赞赞之后直播前预告一下嘉宾老师，我们好补课。我跟大家说啊，其实嘉宾不是那么容易请的，就是而且其实大家的时间确实不像是我可能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说要跟大家来直播，但嘉宾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啊或者什么，确实是比较，但我觉得没关系了，比较难说是提前给大家预告，因为可变性太大了，可以让以前的嘉宾返场。啥时候请下李弘毅？等我进组了以后我就请李弘毅。李老师他要不就在横店，要不就在那个杭州，时不时就去个上海，他也不会来北京啊。对，你看，信则有，不信则无，所以呢画饼有可能是烙饼，爱信就等，这个很重要，只要你相信他，有可能有一天他就真的来了。好几个月不见长胖了，哎呀，都我下一周我一定要开个瘦脸，就是开到后面都是那种在跳动，你知道吗？我觉得那就是如果把就是后面的背景，因为我们是那种软件瘦脸了以后，后面它也会，你摆动的时候它也会动，变化，我觉得也是一种也科技嘛，科技的美。AI。呀，我们到点了呀，朋友们。咋了？没电了。对，另一个手机也没电了。我不胖就有点浮肿。那确实浮肿一个月了都已经。不是，现在是9:30好吗，朋友们。8点到9:30。
下一次直播那肯定还是下周呗。还是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半，好吗？好想看念姐和王哥做访谈嘉宾，我也倒是蛮希望的。赞赞全公司下班跑得最快的，那当然是了，那下班一定要积极啊。下班不积极，那证明是上班的时候工作没有做完嘛。上班的时候工作不积极，那可上班的时候吭哧吭哧干完了以后，那下班了那肯定就要好好享受生活了呀。上周是因为是因为应该怎么说呢？对，但我这不能在这里面说吧？是要问我们的领导人，对，对，所以因为一些禁语，所以就不能给大家播了。没关系啊，就是除去这一些比较敏感的时期，我们不会给大家播，剩下的时间我们都会给大家直播的，好吗？虽然我们直播间也不是闹哄哄的，也不是娱乐直播，但我们也还是希望就是做到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缅怀吧，缅怀和尊重吧，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好久没看到小鱼吃饭，好的，有机会肯定还会给大家看的，好吗？主要自己直播互动多一些。其实我也是，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其实，丹你吃哈，你吃。哦，我一直在吃。好的，我。其实也想再跟大家聊，就是下周自己播啊，十一号可能我就只能自己播了。下周我确实应该是只能自己播了。下周在成都，这个月能进组吗？咱也不知道呀，咱现在是真不知道了。对，有活动在成都，在雅安。那本来说是十一月拍的，但是由于剧组的不可抗力原因吧。三星堆有说成都三星堆一定要去。成都三星堆，我们是要去的呀，打算是要去的。不是进组，是活动。呆呆老师老家。嗯，哎，你知道雅安吗？我知道四川雅安吗？啊，嗯。四川成都，对，四川和重庆，确实是。因为他们上面有的，我就顺着他们说了，净给我误导。
本来地理也就没太好，但也不至于这样。所以你接下来是去成都是吗？嗯，下周。嗯，会去看大熊猫。真的啦。嗯。啊，总监，真的啦。行啦。啊？你们还要不要吃啊？你吃我就下播了。不，喝不喝？喝不喝？吃点吧。吃，那我们就再过五分钟，好吧？我们再跟大家聊五分钟，我们就下播了。嗯，还有朋友要一起吃火锅。我们在吃火锅。戴帽子的是我们的青年艺术家呆呆老师。时不时都会有进来新人。是吧？对。哇。此刻应该动起来，是不是？应该跳一下。呆呆老师是 I 人还是 E 人？呆呆老师应该是哦，我 I E 中间吧。对，是吧？我其实是 I， 但是我 I 占了51%。没有，我觉得你也挺 E 的。或许又变了吧？哎，这个真的有那么的准确吗？哎，我觉得，但你 E 的点，我觉得是因为你要想要跳舞了，你才 E。哦。你这点是说到位了，哦，对，只要是关于，那一般我们见面的时候，要不就是艺术圈里面的朋友，要不就是我们在去看演出的路上，嗯，那多多少，有了，嗯，是手机没电了，朋友们，手机没电了。其实也就跟大家说声拜拜了。嗯，我们对啊，是手机快没电了，对，是的。今天观感很抱歉啊，先跟大家说声抱歉，接二连三的掉线。对，下周应该是在成都。对，到时候如你们所愿。让我亲自本人自己一个人独自跟直播三星堆，直播观看三星堆，跟你们聊聊天。行，那我们下周见呗，好不好？那今天也很感谢呆呆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生活、聊专业，还有一起吃火锅，也希望。大家能关注呆呆老师后续的一些作品，不管是亲自跳的作品还是自己编的作品。人家问呆呆有没有抖音，你有抖音吗？抖音有没有？没有。嗯，对。大家放心吧，我们后续肯定会有一些更紧密的合作。嗯。也请大家期待一下。这个，对。又回来了。今天真的是，咱就说主打一个抱歉啊，咱就说主打一个抱歉，行吧？行，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了，大家也多多关注呆呆老师的动态，好不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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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